为了促进幼稚甲家长的互动，积极订立幼稚园，特别选在新年头、旧年尾举办迎新送旧的庆祝趣味活动，庆祝做学生过关游戏，画面是相当趣味又够温馨。积极订公所秘书嘛，特别打扮做财神爷一张，并且送红包，祝福在场的家长、幼稚拢会当团圆过好年。公所秘书穿着财神爷服装，入场来送红包，首先来祝福所有幼稚家长一个吉祥意气。随后，幼稚园司长就带来精心排演的鸟鼠传播戏剧，让现场家长、幼稚都看甲笑嗨嗨。那就是希望，就是说我在未来这一年啊，我们过年后就我们有新生会进来了哈，然后我们是迎新送旧，把过去。不好的全部都忘掉啊，迎接新的一年哈，让我们新的一年呢、啊，我们幼儿园的这个人数啊，越来越成长了哈。注重所谓的亲子的一个活动的办读，今天我们集集幼儿园就特地来办这种亲子的迎新送旧的活动，咱看到出色的推熊的馆哦，咱家阿公阿妈哦，甚至阿祖。爸爸妈妈啊，拢抱着宝贵的时间啊来陪伴囡仔共同的成长，这安尼正是吼相辅相成。学校教育跟我们家庭教育啊，能够互相的一个结合，因为囡仔上重要的啥，就是要陪伴。日日花山天山站也来到现场拜大祭拜，拜托所有乡亲会当踊跃来响应。就是家长啊跟小朋友就准备很多的义卖品，然后来就是让大家购买，那这些义卖的所得呢都是来支持华山基金会的到宅服务。那目前呢就是快要过年了，然后一直也都在积极的募集爱心年菜，然后到时候在过年前会送给独居的长辈，然后一份700块，希望大家一起爱心响应。积极因为老龄化的一个关系，很多的老人家啊，因为事实拢伫外口伫奋斗伫拍拼，啊像即马过年要到，吼啊，咱就募集年菜，啊用咱平常时跳蚤市场的物件也好，啊是人经常的物件也好，啊今日啊来甲咱幼儿园的迎旧送新的活动来做一个结合，让这个续善了，这个根吼能够深植在我们小朋友当中。这日订立幼稚园是真用心，举办迎新送旧的庆祝趣味活动，为幼稚甚至是家长拢留下一个使人难忘的温馨回忆。新年快乐！记者金山昌报道。